当阮剧团要在嘉义这个地方安身立命，然后从这边作为我们的创作基地，去把我们的戏剧作品完成的一路上啊，有很多的考验，让我们开始想要做储备演员系统。我们从2013年开始，有了一个比较固定的创作脉络。我们改编经典作品，我们改编小说，用台语为我们主要演出语言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创立之后，阮剧团眼睛突然打开了。因为我们一直住在嘉义，除了做作品之外，我们怎么样理解这一个土地上面的人，怎么样行起坐卧，怎么样在日常生活中探假，所有的文化长成，其实都是我们脚踏的这一块土地给我们的。我们就在想储备演员这一个小小的训练，它怎么样成为一个系统，跟阮剧团信仰的一种美学合在一起。离开排练场这样的学习场域的时候，其实这个世界宽广到无法想象的，然后非常多的素材可以涵养一个表演者的素养。参与储备演员系统的这一群人，必须要是对这个世界非常好奇的人。你以一个艺术行动者，怎么样去看见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然后你提出你的你关心的问题，你问观众一个问题，然后你来表现这个问题。剧团的演员培训计划有一些地方，他们可能跟台湾大部分演员训练的计划和走向不太一样，就是在这里面我们会越来越强调所谓演员的素养，而不是演员的技术。这个课程可以提供给加入的储备团员还有演员们很多很多对话、思考、反省、探索的空间。就我们会看电影，我们可能会讨论小说，这个课程里面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小说家以及编剧吴明伦，他也会带着所有的演员要写剧本。为什么当演员的要写剧本？更有能力掌握一出戏的整体的结构是怎么样被做出来的。然后当你要回去表演的时候，你是一个纵观全局的人，而不是只看到自己的角色而已。你的感觉背后是有什么脉络？因为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原来在说话过程中间都只是给人家一个概念，没有真的追踪背后那个故事的源头，没有追踪自己意识想法念头是怎么样建筑出来的。所以对我来说，就是整个训练就是回到一些很根本的事情，希望他们不是只是挂着口边人家写给他们的一些字，如何将哪一些字变成是自己有一个看法，自己可以对事情有一个观点。所以我用不同的游戏跟他们玩，让他们打开看上面的一种可能性，同时今天要学习看到自己跟人的关系。觉得最特别应该是创作意识，因为创作意识有点像是就是要把你这个创作者的核心抓回来，就是你要对这个戏拥有的敏感度跟这个戏他想要传达的东西是什么。除了创作意识之外，也有上肢体课，也有声音课，台语课，然后还有一些民俗的课程，像是我们之前会去新港的吴凤轩学北管，然后会去嘉义的慈济宫的郑玉堂学家将，然后也会跟台南的秀琴歌剧团学歌仔戏。你自己到底需要些什么？那我们有开了这些课程，那你可以自己来选择你想要上的课程。哦，像我们现在在排的那个《我是天王星》，其实也是我们去上了歌仔戏的课程，或者是像之前钓虾场的时候，也是看着那些艺师们。跟他们一起工作之后又学到更多，就知道他们是怎么样在面对他们的艺术生涯，在面对他们的表演。这整个剧团要开始想象每一个演员他的创造力要提升，他的思辨能力等等。所以除了我们有一些基本功的培训，那我们是选择用国剧武功基本的武术概念，然后以及西方的芭蕾、古典芭蕾去做一个中西美感的一个不同的练习，
之外，可能我们就开始会进到一个类似像名作实习，可以跟原创编舞家去 understudy， 去练习以前曾经发生过的舞作，身体有练过，有理解，我了解我自己，然后我觉得这是其实尤其对现代戏剧的演员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他常常必须要创造这个角色的文本，不是只是台词跟声音，包含我的肢体语言什么样子的暗示或他潜意识里面的意思，那其实有非常多各式各样的动作都可以去帮助演员在舞台上调度出他没有台词的时候他还能够怎么样留在现场表演，为观众表演。我觉得要培养一个很棒的艺术行动者的那样子的各方方面面的磨练，你成为一个你真正你一站出来，不管这个站出来的地点是不是在有冷气的剧场，是不是在黑盒子，那都不，那对这个艺术行动者都不是他最在意的事情，而是只要他站出来，他眼前有一个在听他讲话的观众，他都可以找到他跟这个观众之间的连接点，他提出来的问题的重量都会是非常掷地有声的。我们希望培养出像这样子的创作者。